知道个啥？少跟我乱来，听到没？你们才给我少乱来呢！下班了就去酒店啊，这点钱都省了。我问你啊，要是宁飞回来了，你还会把经理分给我吗？我就知道是这个答案。你见过宁飞了？什么时候？这重要吗？反正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知道个啥？少跟我乱来，听到没？你们才给我少乱来呢！下班了就去酒店啊，这点钱都省。小姑娘，这种男的更不得到啊。大姐您说的对，我马上带他去分类。走，记住了，一定要分类，记住了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。看到那个垃圾桶没？自己选一个吧。喂，在我看来，你应该算是可回收类的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是一次性的。喂，一定要这样气我吗？不气你，你会走吗？你气我，我也不走。你死缠烂打。怎么样，满足没？开心够八小时了吧？我求求你，我已经尽全力满足你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今天那个，你知道不可回收垃圾会怎么处理吗？啊，会先运到工厂彻底碾碎，再扔进800度高温焚烧炉焚烧，或者就地挖。哎，这你等，你要是敢对阿宁动什么手脚，以下三选一就是你的下场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对他动什么手脚？你反应那么大干嘛？最好没有动什么手脚。怎么觉得你身上有他的味道？总之大人的事儿别牵扯小孩，这样至少还能说一句明天见。明天见。